哥哥，好，来，游戏采用晋级的对战方式，一名鬼，一名人，一回合结束后攻守交换，选出最后的赢家，赢的人将颁发精美奖品。为了增加游戏的刺激性呢，我帮大家准备了武器，这就是给当鬼的人使用，双刀流，到时候你蒙着眼睛可以这样。然后一把特制的这个长枪，这是什么棍？真的？因为我这个攻击距离非常非常长，然后他这个拳击手套、手枪一枚，软的子弹，但是呢，攻速非常的快。有没有让我试一下这个威力？皮大哥哥射了，好。Headshot， 感觉有点痛，感觉。你安心的去吧，你的店就交给我，我会喷吐。好，人要带上这个铃铛，逃跑者不要想用这铃铛哦，它稍微动一下就会发出声音。医疗等级的眼罩是我特地去买的，这个我试过完全看不到，这样大家规则都清楚吗？啊，当鬼的人呢，可以自己挑选你要的武器。那当然必须带上铃铛，挑战哪个鬼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抓到人。可以，就整个全部都可以爬上去。可以可以，你只要在范围内，怎么样移动都可以。好，对，第一场比赛，蔡药师对上皮塔哥哥，两位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来，蔡总板，正面还是反面？正面，正面，选先攻还是后攻？那我就先攻，先攻，攻，挑选你的武器。基本上我都是用武器跟我本身最像的。啊，这真的不好说话。OK， 先暂时定位，来，往前走一步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计时员，来 ，Go！ 我一把枪，滚！这我怕会撞到谁的枪。哎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
在那边不动，然后我戳的时候，他可以知道我是戳歪，但是他只要我的歪。哦，那这你就慌了，我就慌了。获胜的是蔡老师，耶！恭喜晋级。第二场比赛，盖伊对上波波，正面反面正，好，反面我先选，先攻。好，趁机手到，要跟你说，用过的武器待会不能挑哦。我选这个。OK。我说他太中二了，真的太二了。来吧，来喽，对决，来计时员，预备，开始。大靠！好快哦，好烂，我躲不了啊！八秒就死了，我躲不了啊！八秒！波波，你太弱了，这完全躲不了啊！那那个攻击范围这么大，你八秒要怎么玩？你直接把拳头，不要直接抽拳，不要抽就抓。我一定是这样，你得要用标的，我一定用标的，你要用标的，用双手。而且你的眼罩跟我们不一样哦。来来，为什么我眼罩不一样？因为我这是用心帮你精心准备的造型，造型好像哦，等下这好像哦。那波波你往前站一点，波波你波波你过来，好像哦，哇太帅了，来我来全体吸气，要讲哦，计时员，等一下波波这真的太像了，拍掌，我忍不住想要多拍他几下，来来来，准，开始，好，抬台子上。台子上，这个盲僧他的听力有问题啊！眼睛看不到，也听不到。我看你看他耳朵，只剩嘴巴，这耳包。啊！你要动啊！哎、欸，这样很恐怖哎！我一直靠不到。不会，你手乱就你用手乱招手，这样我觉得你会招不到。那现在穿过我手了，不是你这个盲僧听力有问题，我要飙他了。你不要飙这个方向啊，完全错没了。哎，不是这个方向啊，不是，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不是这里不是这个，九点钟方向。高一点，最高最高最高，好，最高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灯都被你丢坏了。我听到了，十分钟吧，一分二十二秒，差一点点。好，人头吗？哎，人头，继续，好。双刀太强被ban掉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现在规定不可以使用双刀。双刀太强了，哎，我来个去棒好了。好，来来来，是八米宽的。哇！哇！来一个。该有没有信心？我觉得他很强哎，我觉得他手长脚长。预备，来 ，go。哇！中了，看，几秒。哇，好强啊！太强了吧！他耳力，我以为这个只能用戳的，哇！所以我第一场一直在那边戳。好，准备动啊！来，准备喽！来，三二一 ，Go！ 中刀！哦，多少钱？又秒哎！哈哈哈哈哈！又秒！好强哦！赢了吗？赢了没有？好强哦！今天蒙眼鬼抓人，冠军得主是剑神盖伊。耶！我告诉他，感知能力能够这么强，没错，就是一个有 sense 的男人。我们今天颁发的舒眠眼罩一个，掌声鼓励。鬼抓人冠军的礼物是眼罩一个，没错。新的吗？是
金的，没有使用过，只有 Pita 刚才有摸过而已。Pita 有摸过，没错。等一下，盖伊，既然 Pita 哥哥来了，那我觉得我们来玩一个终极挑战好了。好，你们三个人同时蒙眼，一起抓他。没错，来，三个鬼抓他一个人。但是他不用带铃铛。哦，不用带铃铛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看看你们三个的感知能力有多好。这样吧。这样我觉得比较快，就是有一个拖累的，我们互相被对方毁掉，没错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好，好。哥哥，你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你觉得三剑客感知能力会怎么样？我觉得他们三个感情太好，等一下应该会抱在一起。哦，好，好，你们先不要动，我引领你们到定位。真的，你跟波波在